星电视、社会公器、良心传媒，有你的支持，我们信心更充裕。请我们喝杯茶，星电视、STV 属于大家的平台。分享生活艺术，畅谈健康人生，张玛丽带你一同走进美丽人生，带你一同走进美丽人生。嗨，又翻嚟我哋美丽人生啦！正话同大家讲咗好多负能量，好彩就听翻首健康歌，咁大家就知道啊、哦，原来我哋真系要做运动啊，嗰样嘢就令到自己健康啦。咁我讲埋啲正能量啦，正能量咧其实好多方面啦，咁一阵间我都顺便再温一温翻，点样个人可以身心灵健康吓？先讲咧个心咧，如果系成日都好有病态啊，好负面啊，你就真系唔会健康嘅。OK， 咁我先讲咗呢个先吓。一个人善良咧，正能量嚟嘅，好无私啦，即系唔系话啊，即系同你有关系嘅，你就去帮佢啊，即系嗰啲同你唔系好有益处啊，或者系冇乜着数嗰啲，你唔帮啊咁。嗱，咁佢系好无私嘅吓。另外咧就好肯支持人哋嘅，仲有就好热情噶啦。仲有个人咧系比较乐观嘅，仲有就系比较正直嘅、宽容嘅。嗱，我讲到呢度，你觉得话，喂，呢个世界有冇咁嘅人啊？咁有噶，有啲人真系好好，我自己认识嗰啲朋友系好好嘅。OK， 咁我再继续讲咯。嗱，有啲人好拼搏嘅，但系太过拼搏又唔好嘅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咗自己嘅生命，赔咗自己同家人嘅关系，或者你嘅健康，有咩益处呢？系咪人仲可以咩嚟搵咩嚟换呢？咁所以有时我哋呢拼搏系应该，但就要即系适可而止咯。咁时时都好肯感恩嘅，同埋有啲人呢就系好得意，佢哋系真系有一种善心呢，好肯帮人不得止，系好容易呢，即系真系有钱就出钱，有力就出力嘅人嚟嘅。嗱，有啲人呢好得意嘅，你话天生又好啦，或者佢系真系本来嘅人系勤奋呢。是高效率的，即我不知道你试过未，有时你同啲朋友做嘢呢，你突然间哇，我都未开始啊，原来佢已经做咗半啦，到我做咗半嗰时候，佢已经交咗卷啦。咁有时呢即同呢啲咁嘅朋友一起做 project 啊，成日又好开心㗎喎、哦、即佢会好自然呢係好正面咁去影响你呢，你自然呢都会点啊发奋啦，同埋真係就算自己系冇佢咁好都好啦，你系会俾佢呢个正能量呢系影响嘅。咁同埋呢就係、是、好多係好愿意奉献啦，佢哋嘅时间啦、爱心啦嗰样嘢。同埋呢，我都几鍾意啲人自信嘅，其实自信係一个好大嘅正能量。尤其是喺商界呢，即係啲人呢尤其是专业人士啦，即係佢嗰种从里面而嚟嘅自信呢，係令到你会觉得佢好有魅力㗎，係咪？咁另外坚强啦，嗱呢啲全部都係正能量嚟嘅。做嘢称职啦，有内涵啦，涵有涵养添啦，好学不倦啦，仲有肯付出嘅，即系唔介意收获，系好肯付出嘅。咁仲有就系勤劳啦，有责任感啦，亲和力好高啦。亲和力其实咧系好紧要嘅，无论系同人哋社交上边啊，或者喺商界都系。坦白讲，人哋有得拣，如果我哋哇咁难相处嘅，我拣第二个啦，系嘛？咁你咪失去好多机会囉。咁所以有时我哋呢就一定要学识系点样，即系和蔼可亲啲囉。咁另外仲有嘅就系、是、肯创新、啊、innovative 呢其实系好紧要嘅。因为时呢如果你成日都系墨守成规啦，咁真心讲后浪推前浪㗎嘛，系咪？咁所以如果你真系唔肯去不断变呢就唔得啦。嗱，我唔系特登呢去擦李鱼门嘅鞋。我觉得呢即系我每次嚟到返嚟三藩市呢去李鱼门食嘢呢，我就好有惊喜嘅。即次次都有啲好新嘅菜式，嗱呢样嘢我觉得咧系一个企业成功好重要嘅嘢，即系譬如唔理你系做广告嘅又好啦，或者系做旅游噶啦，甚至到做飲食更加添啦，大家都同样系用嗰啲料嘅，都系虾啊、蟹啊各样嘢，但系真系煮咗出嚟，点解会咁好食咧？或者系佢成个即系嗰个卖相啊，或者系佢点样配衬啊，各样嘅嘢系会令你觉得就但系总之就鍾意啦，系咪？咁嗱，我真系次次嚟到，我好多朋友其实喺香港都系嘅。每次一嚟到呢就去李鱼门打卡㗎啦，一定喺度呢即系食下点心啊、飲茶啊咁。因为冇得讲嘅，即系我觉得呢一个企业嘅成功呢系好在乎几样嘢啦。当然个管理啦、个出品啦，各样嘢其实系会真系令到人哋觉得有信心囉。好啦，咁就讲返我哋嘅正能量啦。呢啲其实就我同你讲嘅都系正能量嚟嘅。即系好简单，你系咪肯即系有个所谓即系创新啦、啊？吓，同埋咧绝对唔会揾藉口，
即啊呢样唔得，嗰样唔得，好主动嘅，同埋好真诚嘅，好忠诚添嘅。最后咧就系团结啦。其实一个团队咧，一齐要做得咁好嘅，即系做楼面嘅，做里边厨房嘅，各样嘢各人都要做，咁样你就出嚟咧，嗰、那个即系出品就会好嘅，系咪有质量咯？系咪？咁另外咧就要顾全大局、哦，有时唔可以净系为咗少少自己嘅益处啊，咁咧就令到成件事咧就点啊翻船啦，系咪？咁仲要忠诚啦。有爱啦，勇敢啦，要诚实啦，要好踏实啦。嗱，好似呢啲其实讲好似好容易，系咪？意思是等等点做啊？咁样其实咧就好似正话我讲，好似正话我即系话嘅，譬如话啊，我哋善良 ，be kind。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听噶 ，be kind to each other。其实真系对人哋友善啲咧，对自己更加好嘅益处。因为你成日嬲啊，成日好 mean 啊，哇，你个样都唔靓啦，系嘛？好啦，嗱，咁我又准备咗另外一样嘢，咁正话讲完晒咁多负能量，其实就提醒即系自己啦，同埋大家啦，即系有时我哋觉得系点啊，长知识噶嘛，咁如果知道咗，哦，原来呢样嘢系唔好做嘅，咁我哋就尽量要避免啦。成日都话嘅，好中意英文字一个 flee 咁样就 flee， 就系、哇，一遇到呢啲咁样咁大啊，即系咁重负能量嘅人，走都走唔切啦，系嘛？咁所以我哋咧就尽量增加自己嘅正能量，咁就变咗同人哋相处啊、做事啊，咁就系会成功啲啦。好啦，咁未曾同大家讲拜拜咧，我呢度咧就系再提一提嘅。好多朋友就话啊，即系我宁愿健康唔要长命啊咁，但系其实长命可以健康嘅一样。咁呢度咧就有啲专家话嘅，咁我就系又重复一下啦。第一件事咧就系饮水吓，一定要饮水，就唔好饮得少。其实咧平时嚟讲咧，我哋就八杯水啦。但如果你是接种疫苗的，差不多要再加多半添，你是12杯水每日，尤其是就要给自己好好休息。好了，第二样东西就是最好能够有时吃下粥，因为吃粥是可以帮助你的肠胃的。第三样东西就是每日喝一杯奶，就吃一只蛋，什么形式的自己。另外就吃多些水果蔬菜，这些很重要，尤其是蔬菜，如果你吃绿色那些，对身体特别有益的，还有维他命 C 又多。每日咧就最好食两三次鱼，一定要食鱼，因为鱼里边好多癫质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好啦，同埋时时要晒太阳，晒太阳你又怕粒粒啦，系咪啱？所以我哋要搽防晒啦。同埋仲有咧就系、每日我哋成日都话漫步人生路，要行10000步。仲有要有啲自己嘅兴趣嘅，有啲爱好啊、嗜好啊，同啲朋友可以一齐行下山啊、捉下棋啊，系咪啊？咁就有时插下花咁，呢啲系好好嘅，踩下单车啊，系咪？咁啊，仲有咧，时时保持一个好心情。嗱 ，EQ 好紧要噶，你心情唔好咧，唉，食乜都冇味道啦。咁同埋成日心情唔好咧，就好容易病噶。OK， 好啦，咁啊，仲有一样嘢咧，就系、我哋咧，如果做唔到呢啲嘢咧，即系就正话我讲嘅咧，你就系身体嘅就会冇咁健康。但系如果你做而家以后呢啲嘢咧，就弊啦。第一件事就系唔好熬夜，即系唔好挨夜吓，尽量要俾自己瞓得足。另外仲系脾气唔好咁躁啦。仲有咧，就唔好俾自己嘅腰无限地点啊扩大啊！仲有咧，就系唔好食烟啊，唔好咧唔食早餐，一定要食早餐，唔好食盐，唔好食咁多糖啊，白即系白嘅嘢都食少啲啦，面包都系吓。仲有咧，就系唔好唔做运动嗱。所有呢啲嘢咧，仲有一样嘢就原来肠胃一定要好，你肠胃好咧，你就健康噶啦。好多人咧就点啊，系忙啦忙啦，连洗手间都唔上噶，你知唔知啊？就唔系几好。我成日都讲噶啦，我有次喺度讲咧，就有啲叫小肌症，即系小肌肉少咗啲肌肉嘅症状，就系、特别提嘅。如果你可以行，最好咧就行啦，就唔好坐。如果你可以坐嘅，最好就唔好瞓。咁佢哋成日就话，佢如果你可以行嘅，最好就跑添。咁Mary 就唔要求咁多啦。不过只不过喺度咧，希望大家都系平安健康啦，尽量将自己嘅负能量减低，俾正能量咧都加上去。其实咧，佢嗰个树咧就系两边嘅。正能量同负能量应该啱啱平衡，但其实慢慢慢慢咧，啲负能量咧，我哋冚冷 delete 晒佢，就变咗系点啊？好健康嘅一棵树咯，系咪？好啦，同大家再听多一首歌，呢首歌我又好中意嘅，系首圣诗嚟噶。下个礼拜一再见，拜拜。Thank you.
默满载，无尽挫折已经过，独靠只可跨障碍，一分一秒跟你结伴行。年月季节已不再，独有主恩典永在，主的心爱心里默默满载。无尽挫折已经过，独靠主可跨障碍，一分一秒跟你结伴行。你的恩典已足够，若靠主我会担当，倚靠救主得胜又再胜。